这个问题有偌大，毋是安尼看着尔呢？你还知影内外偌济人？是咱耳仔头拄仔讲有人规个一回一回，迄真正是拢伫外口嘛？你看会得甲看袂着？你真济伫遮拄久，你个祖先伫外口个电脑接袂着呢？你即伫遮睏，伫遮睏哦。耳仔在讲个话哦，你若无睏，你咧耳仔在讲，你咧听，只要你有听伊去一句，伊就接受伊个一句。只要你真开始拄久，伊真听着就是。啊，咱各位前线，咱心情无好的时阵，拢会安怎？会失去理智无？嗯。啊，是会想要去解决无？伊就来找你啊！啊，毕竟咱着阴阳两隔啊，伊若来找你，你敢会足爽快？阴阳两隔不一样的这个层级的这个气灵啊，伊也来甲你磕啊，来甲你讲啊，你会感觉你淡仔遐袂顺，淡仔遐袂好无？会无？嗯。会呢，会呢，所以咱拢常讲啊，我遐无爽快啊，你注意一下。啊，我遐无咧听啦，无爽快出一声。你有法你请阿姊做袂好，你来去想，想那我请请这病咧看袂好，请请这互我什么货咧处理袂好，家庭咧袂平安，咱拢来说你，是毋是？咱的九行七组来咧甲咱饲电流，身躯甲咱叮咚叮咚，啊，请叮咚叮咚，你好叮咚，你安怎？你着规身躯软软软啊有无？有叮咚，你拢毋做啊？啊，你毋叮当啊？啊，伊无迄个正能量啊，我们他没有正法可取，他没有这个宁静啊。咱的九品七座若袂宁静，咱的人袂宁静。各位先生，你若想要好，你这个人好宁静才是。咱爱甲道的宝珠讲出去，伊推广出去。啊，那么我选伊呐，给咱甲咱稍微介绍一下，我们在11月28，咱有办一个经典品鉴会考，11月18，啊、哦，两期，好嘞吧？哦，无侪啦，也无咱听好无？咱的素食圆游会无侪，侪两啊侪，啊侪土地，啊迄落煎薯条，啊迄落煎热狗，啊啥？啊，搁有迄炸菇，啊搁有棉花糖、爆米花，啊搁有游戏闯关，搁有麦芽糖，搁有迄落吼，迄落啥物啊？二手市集。好，讲到遮，无侪啦吼，开始，啊敢食完？无侪敢食会完，无侪食会完，小朋友你啊，小朋友你啊，伊安尼去伫遐唱吼，人头无无吼，伊安尼赞，无侪但是食袂完，哎，好耍无？各位先生，好耍。啊，你讲闯关哦，欢迎大家来，只要来闯关，大家拢有。咱的闯关是老婆婿囡仔拢会使，足简单嘞。比如啊，闯关的关主甲你讲，我即摆头前有15个客工啊，遐叫做15条魔规，尊敬先佛。你若唔捌，伊甲妈妈讲。对调是尊敬先佛，第一嘞，你个球下落去，第一嘞个牵落，牵入去，你着尊敬先佛，你着过啊，安尼够简单。只要你若有心来念，哦，啊，那个跟我们佛堂的活动啊，都很有趣，大家都可以来参加。啊，咱那是讲，咱迄日呢，比要过去无同款，因为咱过去办办一个活动，着制造做者粪扫，就制造很多啊，哦，不必要。那么候选这次希望我们哦，也是候选站在这边跟大家呼吁。咱来做一个标镜，咱即摆要罚哦，要证哦，即念念是否，只要是佛，这则拢是欢喜的，这则拢是好的，袂去这则粪扫，袂去这则你着无必要的吼、哦。所以咱已经若来，咱会当家己扎便当盒啊，你若要扎便当，扎便当盒啊，吼、哦，也是家己扎杯啊，吼、哦，咱搁有一个迄个饮料，迄个冬瓜柠檬吼，啊，迄个饮料慈悲门要安怎安排，咱毋知哦，搁有饮料吼。有很多喝的、吃的、玩的，简单讲就是安尼，咱家己扎杯啊，吼，家己扎碗。那如果你讲我朋友来是送来，无要安怎，没关系，咱嘛是搁有另外准备100块的碗。有时啊，会遐临时，你也袂记扎来，咱摕来用，吼，啊摕来用，啊咱若是搁洗洗，安尼会当搁用。啊，这拢袂搁制造环境的污染。咱既然要讲寿星环保，咱就是尽量，咱为咱爱上单位开始做起。为前线的，然后选讲，哎，进前咱讲啊，
个嘛是拢爱摕落啊，我嘛要摕落啊，啊，大家咧摕用迄落啥塑胶杯，我嘛要摕摕落，摕我嘛要摕。其实后续甲大家报告哦，学习是为你愿意即刻开始。啊，拄啊，青少年班咧上课，迄个讲师讲的，伊今仔看一个影片，伊讲，迄个爸爸要训练伊个囡仔做迄落迄摔跤的选手，组囝训练摔跤的选手。因迄组囝头下要甲训练哦，伊着训练伊个啥肌肉，咱讲的吼，即个肌肉吼，身躯哦训练用起，但是伊无想要拍，伊无想要真正去摔跤啊，无想要去拍，伊着刁工啊，人讲安怎摆烂，刁工无爱讲，无爱拍。每下即个组囝家己有一日去参加迄印度吼，足早结婚啊，十四岁结婚，参加同学的迄个结婚典礼，因个同学甲伊讲，恁个爸爸对你够好。伊真正替你想，伊予你变勇，你会当去选择天下间的查甫人。阮的爸爸是为着钱，紧甲我嫁出去，予伊的负担减少。各位亲戚，咱嘛想一个哦。即摆敢若想起来，拢咧要求咱吼，啊来遮入班，着叫我电视看较少的吼。啊，要来遮参加园游会，搁叫我家己摕便当，家己叫我创啥？好学用，他拄啊，迄个讲师的迄个影片故事跟大家讲。要求，迄叫做霹雳手段、霹雳的手段，是真正的慈悲的心出发，为着大家好，为着咱的后一代好。咱各位浅显呾嘛，看咱即里只人民呢，真世界各国，偌侪伫迄国外，偌侪迄种的熊熊落大雪，熊熊淹大水，熊熊土石流，迄熊熊放落来死哦，迄种偌侪人。啊，咱即世人讲嘛，伊就遐来讲啊，就遐，迄落到后个月就差不多迈向五十岁啊。如果走向五十岁了，或许感觉我活唔到啊。但是咱的后一代，咱的后一代，后一代，伊要安怎生活咯？咱来去替伊想，咱袂使替家己想尔。所以咱的一时的无方便，是为着要制造咱的后世、后世，咱的后一世的囡仔，咱的囝囝孙孙更较好的环境。安尼啊，所以即、這个经典会考跟大家大概报告到这边。但是到一点，九点的活动开始。如果你若报名要读经的，报名要读经的八点半开始，真正爱开始来报道哦吼。因为咱预计是八点五十分就开始先讲了吼，啊，赶快，伊伊老报到，啊，爬去咱家，吼，啊，爬开家了开始当伊活动。啊，咱过去经典会考一个人，我来交红包，对不对？过去哦，今年哦，吼，咱真是咱有一个拢做准备的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今年。通通零元，零元是啥？唔免钱啊！你只要报名拢唔免钱，就是鼓励你读经。你只要报名免钱，唔免钱哦，你来哦，只要是考生哦，大家人搁无你一张迄个原油券，原油券内面有五项互你食，免惊，免好无？啊，你看我无考试，我来，我要安怎？啊，我嘛无地吼，来你会使食，但是你食，你家己安怎？欢喜自由报心。啊，你敢听？就是我来劝讲啊，啊，你著家己去咯。啊，你讲哦，这棉花糖我要落一箍，啊，你落一箍，你就落一箍。哦，啊，你讲哦，我要加落五，我要落一百，你就落一百。实在你拢可以，就是当天我们没有奉献，咱卖人的工钱啊，你家己去咯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的钱要做啥物用？就是做咱开的布的经营。搁咱当日会有做一个叫做水果菩萨、水果菩萨。香灰菩萨、香火菩萨，就是我们当天也会开那个，就是如果你要认领，比如说哦，陈美香要认领一个月的水果费，啊，一个月最多钱，啊，你就甲写讲，啊，不过我钱无偌济呢，啊，要写一个月嘛，就要写偌济，啊，无我会当写两百，好唔好？可以啊，我要认领吼、哦、这个香火，我要吼迄、哦那个等香油点火啊，是水果啊吼，咱拢在献供嘛吼。初一十五啊，是咱的这所有的一切佛堂摆设，我也可以认这个，我们叫菩萨、香火菩萨、水果菩萨，这个就让大家自己去选择哦。啊，迄拢是自以为哦，即摆毋是甲咱牵制，是讲甲咱介绍，咱一月十八号的活动大概有这些哦。啊，因为咱因为有限，拢无甲咱申请对不对？所以刚忙个大波旁啊，所以你走哪面传递无出来，咱也来接完就好。哦，这小龙兵在甲咱借物件吼，啊，借的是半波两的咱的物件吼，就是如果有大把雨伞的吼，因为咱就是来该放咱头前遐，啊，咱同意你讲的车可能就较歹势，除非有两三只头前吼，大门头前会使有迄较无方便的老婆婶推你过，咱你讲的车就无推你来边啊，安尼好唔好？大家报告一下吼，因
明仔就要有活动用。好，啊，咱嘛来到遮，咱来唱一条歌，甘呢？哦。好吼，好吼，好吼。